我们看到，通过二郎追求平等站社区进行计划，从此以后探讨社区、完善社区扩充方案的成果发表。由二十两个社区专家共合组织出了当地文史有关的细节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协力强化的社会，同时达到文化当今的目的。但是也得分看嘞，不是如何强化嘞，总体。要扮演客家妹同客家善侨的沙琪之工，首先探讨庄的由来，然后再由关怀基点的老人家表演后生时工作的情形，也就不是做过戏的老人家去排练的歌唱地位，唱在机台指路时的过多的苦。好啊，有的长辈会查了又讲，哎，没演的啦，哎，没啦，我们要去把它找回来，融合一下。我记过多事情哦，我拍不出咯。为了达到老幼康复的目的，谈到沙琪剧场，先拿台当地的幼稚园演出，希望经由戏剧内容的传达，让小朋友更加认识自家沙琪的特色。谈到种很多东西，有甘蔗、香蕉，还有蜜，还有椰子。我们这边是一个潭，所以才叫潭头。为了吸收多元文化能量，屏东县文化处用经费补助通过整线的沙琪，以执行沙琪创意产业片剧、沙琪影像记录同沙琪剧场排演一道方案，希望在扩大民间参与的同时，满足着太多卷份文化资源的目标。客家新闻陈文念屏东报道。